你们看，这鱼肉是为了引水怪出来。它会出来吗？水池里有一只水泥爱吃我的鱼竿，我想这个水怪应该是它变的。好，我和聪聪上树，胖小猪和娇娇兔准备好大网，好，闯闯和阿俊哥哥负责把水怪引出来，行动吧。好，走走。啊，好香啊！嘿嘿，哎呀，我都想吃了。嗯啊，哎呀，嗯啊，哦。真的是它，水梨，吃吧，吃吧，啊，好个好吃，哎你，真香，吃吧，大胃王，来，接着，啊，好吃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赶紧吃的，快来呀，别来呀，快来，快来，啊，哎，啊。枪法多准呐！啊，看我不把你们两个小东西给吞了！快下来！兜风，听说那座彩虹山上的风景特别的不错。我和乐乐熊号长鼻子的蘑菇小象，挎着小篮子说摘下满满一兜子的果果。彩虹的糖糖，那么的甜，粉粉的泡泡，那么的艳。后山上的风儿吹掉了我的妈妈，我追着它跑啊跑啊，我跌了个大粑粑。我听见远处哔哔向它不停的叫，乐乐熊过来。有好多豆豆，我跑去一看，原来是满地三星宝宝。乐乐熊是好多框框，说要回家做果酱。粉红的云儿飘向了山脚啊，绿绿的草地向我柔软搭床。太阳公公洗好澡，出来向我们问好。我们躺下听他讲安徒生的童话故事。传说这座彩虹山就是一位彩虹公主啊，她有好多美的裙裙，还有好多美味的澡堂，只要吃下一颗就实现一个最美丽的梦想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想要什么呢？乐乐熊说他要一座蜂蜜做的房子，而比比像小心才变成杂志的摩登女郎。我说我想要下他所有的糖，这样我就可以实现更多美丽的梦想。湖的上游有一个大瀑布，跟我来，我们看看它是不是在那儿。好，走。哎，它在哪儿啊？哎，看，瀑布到了。就在前面。哎哎，那是什么呀？那就是金毛兽。哦，快点，伙伴们，跟上，跟上。找到了。找到了。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走出这片竹林。驴头狼偷了我的灵珠，唯有水灵珠能让我再一次动起来。那灵珠在什么地方呢？在水怪守护的湖中。我只有带着七彩莲引路，才能走出竹林，
知道吗，我的朋友们？我们趁水怪还没有醒，快去取。现在不行，白天水灵珠是不会现身的。我们天黑去。好。对，只有天黑，你们才有可能看见水灵珠。天黑的时候，阿巴乌的黑暗魔法又会给水怪施加魔力了。哎呀，笨兔子，我们再给他一针麻醉药，让他明天晚上醒来，不就行了吗？不行的。哎呀，用我的脚趾头都能想明白，现在把他杀了，哎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不行不行的，水怪不是坏蛋，他是被阿巴乌变坏的。一旦他接受不了阿巴乌的邪恶能量，他就会变回来的。我们可不能滥杀无辜啊！对，闯闯说的对，现在离天黑还有段时间，我们要开动脑筋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这样既能拿到水灵珠，又能使水怪接受不到阿巴乌的邪恶力量。大家别担心，我知道有一种草药，这种草药有麻醉药的功能，我们去采集，熬成水，灌进水怪的嘴里，一样可以让它醒不过来的。太好了，看来办法总是有的。看，就是那些草，但这山光秃秃的，要爬上去还真是有点困难。阿俊哥哥，不用爬的，你看我的，叽里叽里，魔术一百遍。是没有人来的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采这种草去制服妖怪。